个阿伯寿司大综合味噌汤茶碗蒸凉面。好多寿司哦，红烧肉。那我们先来一个大综合寿司，然后一个凉拌海蜇，这个哦，关东煮。那我要一个牛蒡，一个洋葱，然后苦瓜。好炖。好好这样。好。这边吃啊，再走。这边吃。那个。先吃，然后你要茶碗蒸吗？还有茶碗蒸。什么？开二十四小时，蛮酷的，这是什么厉害哦？二十四小时，对啊。它这个寿司是有三种的，综合大的综合才有蛋壳寿司，可是小的就只有一般的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先来看看，这个是肉松。像一份六十，嗯，它肉松很多哎，那肉松非常多，还要先试一下这个酱，才能够去一下味道。哦，不一样哦，哎呦，还好我们拿大的，对不对？它是有没有火腿？火腿，肉松跟海苔。嗯，好，哎，很大。对，这一个卷起来是蛮大的。嗯，这不错。嗯，或者是它有单卖，只有这只有单模肉丝的。OK。这我要捞很熟吧？对啊，这个就是豆皮。这都没有雷啊。对，就先这样。我们点小菜，这个凉拌海蜇皮。等一下，凉拌海蜇皮是什么？好吃多了。嗯，这有麻油的香气，麻油好香哦。而且小黄瓜也给的很大块，所以很脆口。它是主要是麻油香气。茶碗蒸，哎呦，茶碗蒸25块。香菇蛮看起来像是大碗啊。香菇还有肉小肉块，还是里面是这里面全部都是茶碗蒸的。它所有的料都在旁边了，对，哦，没有所有料都它是属于满满的茶碗蒸，然后它的肉及香菇是放在外面，对，它的料就在上面。那茶碗蒸都有它的水准啊，就是细滑日系的，因为很软，水蒸水蛋。这个我们点了竹轮是我特别点的，竹轮为什么呢？我喜欢吃竹轮花吗？哎，我们这一家如果什么卤啊卤肉，如果有一些卤味那种竹轮的话，我很喜欢点。感觉像酱油膏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内用好像它酱油里面它没有其他酱油，更特别哦，它是综合，又辣又有甜辣酱又有酱油膏混在一起。综合蘸酱。那你还点了什么呢？我看好多人点这个牛蒡甜不辣。好吧，好像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见。对啊，很大一块。对，来了汤匙，然后真的是大一块。有看到牛蒡的吃？有啊有啊。甜甜的，哎，这个蛮好吃的。
要不要？对，如果你看一下，好吃哎、欸，这个好吃哎、欸，可以哎，牛蒡甜不辣，这个特别推荐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，他说是洋葱甜不辣，哦，长得形象很奇特。哦，这一只，它是不是洋葱哦？啊，看对，洋葱有，里面有碎洋葱，可能洋葱比较透明，看不出来。这真的还好，不过蛮有口感的。比起猪轮，猪轮稍微比较干一点，然后空心状，但这就是实心状。还有，我们还叫了一个苦瓜糊。哎，就是很中式的口味。如果不喜欢苦瓜的话，可能觉得不怎么样，但是还可以啦。就是要吃它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。这个苦瓜肉里面啊，有一些青豆，这就普通了，就是先这样。好，那它的汤头哎、欸。哦，对，喝的。它的汤头。它的汤头不会咸，可以。不会很烫。什么类型的汤头？煲汤。哦。对。这碗就是说富贵吉祥。哎，我们这是一般的餐盒吧？对，还整体。它做这么大没有自己。哎，它整体可以有四分，我觉得合理，因为其实不算说太贵啊。对市场价格，那里面最推荐的是牛蒡甜不辣。对，这个茶碗蒸也可以，因为大碗25块。如果你只是要吃它的软滑度的话，然后小菜这个也很不错。这个蛋皮寿司可以吃，可以单买哦，可以单买。它有独立卖各种口味，它不只是肉松口味，也有其他的什么尾鱼啊、什么熏鸡，什么都有。嗯，对。好，还不错，平民小吃，市场平民小吃，吃吃看吧。好。